开拍喽！开拍喽！水气池，是我机台，我怕遇到你们太强了。啊，我是还好啦，是我怕新手遇到金牌。啊，可是这个真没天赋，没点满。因为有我，我在还有造型，就最好上路 carry 把那个对面上路打爆。对啊，你就最好把。你东南心是百分之百。对面是李欣嘛？对，应该是打李欣吧。乐色。对面是谁啊？A D 哦，没有显示，公平的这个，这天幕都停满。我觉得天师的那个麦的音量好低哦。对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什么啦？有蟑螂吗？会不会很吵？会很吵吗？什么？会很吵吗？够大声吗？不，够大声吗？嗯，够大声吗？再大声一点，打卡比较好看。再大声一点。够大声吗？啊！谁呀？你写什么？深海箭头没屌。这样够大声吗？好小声哦！先别叫小贺，先别叫小贺。麦怪怪，调整一下。叫你要忙买新的，你又不买。买啦，买啦！奇怪，怎么会小声呢？我这边的音量感应条很大，波幅很大。好吧，不管了。到底是怎么跑那么久啊？哎，开始了。对面 AD， 哎，对面没有 AD 哎。来看好，我教你怎么用闪现。不要！你先买好，我要秀他。三二一。不要，你不要。哦。男的死定了。没关系呀、啊。相信我好不好？回来！你的药水呢？买三个饼干，也是三个红药水，快点，速度！哪里有饼干啊？起手！看来上面不是有生命药水，红色的水洁瓶，有没有？50块三个。为什么它是变饼干？因为那……啊，你就点了那个、哦。然后我现在教你怎么用闪现。首先呢，你要滑鼠现在在这边，然后呢，你按下你的 D， 像这样。就这样闪现，我刚才都教过，没事。对，就是闪现，你可以咻过来这里。看我开场的三个人没闪现，好狂哦！啊，对面没有，没有。我发现我们两个没有天赋，对面全部都有。可是对面很奇怪的组合。我跟你说，不能从这边闪到这边哦。闪不过去，太厚的墙闪不过去。但你可以从这边闪到这边。对，啊，那个闪现。这边。你可以在这边闪现的这边。对啊，这边你可以从，你可以从这边。等下，我用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深海箭头。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你可以从这边传送到这边。可以从，我们就可以退了，剩下200多，退了。哎，刷卡，刷卡。然后叫你啊吗？你可以从这里到这里。可以去送头喽。我来下路了，你们要经验哦。等一下，天师在拍片吗？我在拍片啊，讲废话。我刚才失误了。那我小声一点好了。我靠，你看你没有点。等一下去按赞、欸。我要秒掉中路哦。妈呀，秒啊，来 carry 一下。真的是低端场才有、啊。阿、欸、七、欸啊。对面是上路是个出来啊。怎么这局被秒掉？结局被反野了。啊，上路嘞啦。不是，来啊。上路是死去哪里了啦？啊，你要死。啊，完了。阿奇，就干嘛？咦，乐色，李欣的机伤好痛啊！对面上路，终于来。好险，快笑死了。OK， 我们看最大的阵容。刚才那瓜哥是双 buff， 还打不赢我，乐色。好，现在就是你不要推兵。好，现在上一个叫做停止你的自动普攻，按下 S， 你要在普攻就会停止自动普攻。
然后我们这个阵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主要就是先打对面的索拉卡，因为对面索拉卡会补血，然后你也会补血哈。李信也会补血。哦，不是只有你哦。所以呢，通常索拉卡就会躲到很后面，怎么都把视角转到我这边了哦。干嘛？我在对线啊，怎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秀一下，给他们看。我这个才叫秀，哎，这是新手飞丝哎，超烂的。啊，我们这边有两个新手。哎，对不起啦，那飞欧啦。这样可以秀吗？我可以拿来试。哎，怎么死了？我靠！哎，对了，他怎么弄？丢出那个技能，就是尽量不要被他们摸到哦。你是索拉卡的助手，那个可以帮你补血。啊，你帮不行，你要被你要自己补到。我一定要飞起来。不是说教我怎么玩的吗？不要点我的兵，打他，按 A， 解什么费 ？OK， 不是，那费是怎么费？我费，用普攻，哎，就说错哦。然后现在想办法 poke 对面的索拉卡，能小成真的，就是你不要损到自己的血去打对面索拉卡，其实他都会躲后面，哦。欸，我有点看不下去耶。我那飞丝，我已经你有对面飞丝吗？哎呀，怎么是你呀，啊？我刚才先用掉了。那对面飞丝还站在塔下给我打，好可怜哦。你看，就像这样，我去捡那个对面的，哇，帮我补一个补的，来，快点，回去。回去，下午光了。我等下下去了，我等下下去了。哎，中路肥了就没差了。其实中，可是一个对面是。我有个杰秀。你平常看到我没血的时候，你就要站在后面帮我补啊。你学学对面索拉卡好不好？我帮你补了。对面刚刚对面是教材，不行啊，这样对彩破来说压力太大。没关系，我你自由玩 ，for free。啊，我出错装了，我应该出吸魔剑，我在干嘛？你就直接把他干爆，你还需要吸魔剑？哎，你五颗头啊！人家六颗头啊！很直接虐哦。对啊。哎，很烂。这边画面是什么？哦哟。又那么久。有吗？哦，你那个你应该知道吧？他 W 可以反应，不要点我的兵。知道。送头，他准你送头，他死定了。我去秀他一下，你滚啊！啊，秀他！啊，假如说是我吃不到冰，你可以帮我吃掉，不用点冰，不用点冰。好痛哦！他们养我，没办法。好，等一下，如果还要拍的话，我就要完结。我觉得这题还蛮好笑的，这个丢出去，带新手吗？还笑你还笑？来，等下六等就可以用爆趴。学对面索拉卡，像他这样丢就是要吸我的血。下路来丢一下。丢对面，你要死了。我知道。哎呦！索拉卡急救援到了。急救援。奶妈是救护车。我这个非常救援到了。他们插眼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只要有操，没有，他们没有插眼。干嘛呀？哎呦，操！你不要秀他们啊，很可怜哎。哎，这李信真的很痛，我去。我要去中路。对，回去，来回打下。在中路啦。你把中路。你去中路啦，我来中。我来中。你叫我去中路，然后。我要你去下。哎，你怎么死了？啊！我刚才被李信打死。心里触了，很糟糕哎！已经 poke 对面，七分钟八颗头，好屌！丢你的什么？丢那个会吸血，这样要跑。另外一招会吸血，要秀他吗？七分钟八颗头，正不正常？再来呀！跟你说他很烂呐，你在那边。哎，对不起哦，这个色哦。哇，这李希。哇！他死定了，他死定了，怎么回事？你先把中路塔拆掉，崩了。关先拆掉一路塔再关。不
是啊，我明就杀得掉他，为什么？你是说菲欧拉哦？我说啊，我们的攻击少女要死啊！我找到这些应该不应该用这次来抵？哎，那个菲欧拉的大那个 W 可以那个吗？可以抵劫的大，那个不行。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买错东西了。我只知道对面李信超肥。等一下回去买鞋子哦。我比他肥很多。你等一下回去买那个速度之靴，知不知道吗？嗯。然后买完之后，你帮我出眼石哦。为什么都没有金剑飞了？你的饼干可以补血哦。Use your cookie, OK。我等下来秀可以。谢谢。好棒哦，这飞。怎么会？你怎么会被他打掉？你不要侮辱我好不好？我没有侮辱你啊！你刚才说他很废，然后又说我打不过他。我们你在说啊？你在狡辩啊？我卡！哎，不敢打我。他一直在偷袭你。你在狡辩啊？哎、欸，性感翘臀。我打他很痛啊！我很讨厌菲欧拉斯那种造型。造型很猛的，就被他抽到了，看到就生气。学学对面索阿卡，学他丢丢招之类的。素晴らしい。对，就算这样。我来秀那个，那个好可怜哦，天使你好可怜、欸。我怎么没有打到他？哎、欸，意思是我这样，我死定了。为什么啊？敵のランページ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会？敵を倒しました。好爽，好爽，好爽哦！没跟你在，我可以放回来。贱人就是矫情。真的。我去下路好了。看到这样子 get 了，滚啊！我去下路送个头。我是少女啊。哎，我去下路送个头。青菜啊！我讲错是收。啊、没有啦，要招个半。看好了、哦，开幕之旅啦。看这个国还会走位耶，怕的。我听到他，然后已经很痛。太痛了吧？也回头。好了。啊，我想吸血哦。我刚才打过去，很早打来的吧？他刚才也没打我啊，我就点燃点死。哦，啊，我等下再打，现在都几点？你看，那是应该是直接变他、啊。把兵推进塔里面，哦，小爽。好，你跑就好了，跑就对了。垃圾哎，这酒。跑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大招开很好。赶、快跑！直接跑。补他，补他。跑就对了。补血，奶妈，快点。哎、欸，这是菲欧拉，他很痛。补他补到爽。回去。来，再回家。B is your B, OK, nice。好，回去买双300块的。Is your B? 速度之靴。你加油啊，姐姐。来，我说姐，我说姐。我没有说什么、啊。300块钱的速度之靴。我说姐，我不是说姐姐。OK, at table, 看，哎、欸，对，哎，等一下。给他精神压力。有没有400块？我要穿着塔了。买红宝石，400块的鞋，红宝石。他丢我矮，然后不打我。应该只是想把你推出塔。我要拆座塔。你要不看到800块钱的世界之石？啊！买它、欸。红水晶那个吗？红水晶上去有个世界之石，买它。好好玩哦！世界跟新手玩就是不一样。啊世界之石买，有垃圾要来阴我了。哪一个垃圾？世界之石买下去。不要把原本的卖掉。啊！不要把原本的卖掉。我卖燃烧那个啊。还原复原哦，复原，不要出去，喂。啊！不要叫你浪费钱把原本的装备卖掉好吗？哎、啊，不用钱。快点啦，就没有钱买那个、啊，气死了！不要吵。不要买哈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这来你很啰嗦，你快点啦。没关系啊，给他们 carry 啊。那个，你把那个。你很啰嗦哎、欸。太生气了，快点买什么啦？你很啰嗦哎、欸。就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啦？你在这边又在这边又在这边。卡住了。买什么？
好好笑哦。CD， 你们到底有没有个侦察图腾吗？那个，你把侦察图腾黄色眼睛暴怒啊！你说什么啦？不要啦！这只智障哎！气死了！哦，快点啦！哦，什么啦？你把那个，你把你点开不是有眼睛吗？暗示会插的那个眼睛换成扫眼。来啊，我来打秀一波，他们死定了。Go！够屁够！Go！撑着点，撑着点。黄色眼睛换成清除者透视镜。把侦察再来啊！我要啦！吼！就是。抱歉啊。没有啦，我刚才只是不小心嘴出来。算了啦，不用了。道歉。好啦，吵死了。没关系。哎，暴怒哦！看这飞尸的乐死，太暴气了！暴气，暴气一姐。算了算了，先教你出装就好，之后再教你怎么换。我已经没钱了，再跟我讲这个，太神奇。那个不用花钱哦。哎，这好会跑哦。哎，不要。可以换成导演跟蓝色眼睛吗？你这要先那个上班，等一下没事。像可以肯定的是一件事，他真的是新手。他连换导演不会，我要怎么教他？比我以前好，我以前还是看喜欢的装备就买。那个理性就没有很强，到底为什么一直杀人？不知道，然后玩理性。你是不是残血在那边一直硬靠我？来啊、哦，我给他秀他。接过去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啊。不要，太多人了。帮忙开塔，帮忙开塔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叫你快抓。不要，我等下踢过来。等下就死了。不会、啊，踢过来你就这样、啊。我怕啊，啊我。就跟你说没有啊。帮我补一下。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？来来，我不要，我要先跑了。总觉得有点不妙。打他！哈哈。为什么笑声可以笑成这样？这样笑红。到底干嘛啊？智障啊！他就在闹你啊！你就不要过去，你就不要过去让他闹啊！点兵，点兵，大小兵，快点！我们要趁那个兵进来，然后把那个。他们这群是智障啊！走啦！好啦。那么是八七。飞尸啊！飞尸啊！来啦！来啦！来呀、啊！分明就是智障的行为。注意点塔，注意点塔。敌を倒しました。再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！继续推，继续推，把这波兵爽啊！有 boss 哎、欸！去不 kill， 都你的，爽！哎、欸，这个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叫我真不要那么接纳姐姐！哎、欸，不要离开我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想害你说。好，回去，快点拿嘞！干什么要害到你呀、啊？然后呢？我好痛！我想害你说。打开伤痕。想害我？按 P 打开伤痕。你点你的黄色，你点你黄色那一块新手装，流浪者。你说升华护符那个吗？对，把它做成升华护符。好的，马上开。好。然后你还有钱吗？你钱剩下多少？没有，剩98块。买血药。好，马上开。马上开那个。血药，快按一！快啦！快点换！快按一啦！妈他妈中路塔开那么慢，过来！在下路他也很开心。好，你跟着雷文走，这一只叫雷文。跟着我走，这一只叫雷文哦，跟着他走。弟弟带你去送头。哎、欸，我直接开大、哦、，OK 吗？收掉了。走啦。我把头，你要头吗？我是觉得他不需要。还有他的头，他双 buff。够够够！来了！呜呜呜呜呜！哇、哦！这、哦哦、好可怕、啊！我该真的要死了。啊！对不起。啊！你先。还不早点开？你怎么跟着我的尸体、欸？真的是带着他去送的，好忠心哦！真的好可怕哦，我差点就死了。啊，你要死了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哎、啊，那粉丝到底为什么要一直移回来啊？我真的，他只他零12啊！阿甘就一直送，哦，
没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们今天这场一定要赢。想输了就。因为李新民就很烂。为什么 ？Follow me。结果他没死。结果我死了。你怎么那么肥？哎，把我你看靠下。那李欣很奇怪、啊。我在跟谁啊？那酒桶会跟着我。你在哪？我在前面呐、啊。你们确定可以 carry 吗？在这可爱。我不确定啊。新手在手，整场没救。再来呀、啊！来过盾，过盾。好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我秀一波。你看看他刚刚暖身，暖身秀一波。我看你直接把我弹到四个人面前。是哦。好，帮帮左卡，帮帮帮帮帮那个左卡，撑着点。你要帮帮这个帮这个空空空陷阵的。啊！救我！再来啊！再来啊！吗？他不是很爱我。好了，拆塔，你们各位。拆呀拆呀拆！等等等等。快拆哦！都没有掉，然后掉两座。快逃啊！哈哈！看我把李信秒掉，拿过来一点。秒掉是不是？我要不助攻。让他助攻，让他助攻。哎，你们这真的是救啊！拆塔拆，胖子出来了。来呀！不要胖子，不要。哎，丢到干嘛？来，跳，我们转，其实我们一转，我们已经赢三座塔。他在这跳什么舞了？哎，来，这边是。打，对对，帮着前面两个人抢来补血。谢谢。我太大，谢谢。哎，我跑。哎，救我啊！救我啊！在，我救你，枪我头，去死啦！等一下，我再来。可是，啊，怎么又是你的啊？刚才你是在物归原主。对啊。可以回家，可以回家。因为我刚才抢了你的三连杀，你就这样对我，要我开大爆抢飞丝。出索卡，出清明靴好了。你把那个。哎，你这两个垃圾。我今天可以出什么鞋？你说什么？不要。我说他的鞋子适合什么？清明靴吧。支援跑速很快。清明靴可以，就是让那个你把速度之靴小草鞋换身，你可以叫他出那个什么自琢磨器哦。哦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。再换什么鞋子？鞋子升上去，清明之靴600块，白色的那一双橡木鞋。哎，我怎么不要杀了？啊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吗？你还有钱吗？我还有800块。你还有800块、啊。肖真，肖真，这是让我快气笑了。可是这样笑很累。对，我本来笑声不是。那你还这样笑？哇！哪里？我这个笑声是原本就这样嘞。你说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再看，等我一下。我说爱永远不在。是永远不在哦，喔，不是，我讲错了，抱歉呐。你出一轮的加冕。哦，是无所不在啦。你先出那个自琢磨器啊。要叫他出自琢吗 ？OK 啊，可以。你先跟着我，那会有治疗效果会变好。魔法器具。是要买什么？你搜寻魔法器具的魔器。啊？搜寻上面不是有个搜寻啊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装备很像一个红色的魔法杖之类的头？算了，拜拜。啊！你在讲什么啦？你在告诉我比较快。是自热自琢吗？不是可以查东西吗？对啊，你查询魔器。哎，我们怎么都没人吃龙啊？太蠢了吧！你是说那个魔器吗？就是红色的血药那个。哇！器是那个器，器具的器吗？哇，这声音！你就可以看到有底下有一个蓝色的鬼魂跟一个紫色的瓶子，谢谢，紫色的玻璃瓶。在干嘛？有没有看到？我看我可以再那个 double kill。等一下哦。好，没收到。87。有没有看到？2400块钱的自琢磨器。哦，有。李信还蛮强的。你先买两个小小的。你能不能买禁忌魔像？紫
色的那个像一个瓶子的，像一颗心脏的，对对对。然后你旁边的那个征服点击小魔术435块能不能买？你还有钱吗？可以，就这样，买，没了。好，没钱了吗？好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好嘞。那去哪里？中路啊，支援中路。你们买一个装买多久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问他，你的速度过去哦。我的速感，你速感跟你不是正常人才会放的东西嘛？我先跟你说，我在计时哦。妈的，差不多一分钟啊。谢谢你的补血。我有看到。哎，刚才那毒药可是不要补他，他是坏人。我是好人，我还是帅哥。谁可以带我去拆下路塔？走，你跟我说你自己。我带你。你这垃圾袋在冲山回来。我先跟谁走啊？对对对，随便随便。再来啊！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我们推推中推中。哎、欸，开开开！不要！前面音乐被音乐很短，给我弄。哎、欸，我打和蟹子花只打三下哎、欸。我牙齿打两，我上次玩萨科打两下就爆了，信不信？四秒哎、欸。好，现在就是帮着啊补前面那两个，一个是雷文这个，然后一个是杰这个，你就补他们两个就好了，不用防火。哦他说他是最过成功，他玩的他在这块多好。我靠，你这很会炸哦！啊！然后你就躲在后面，然后帮没有血的人补满，像那个索拉塔一样。他自己也没血嘞！退退退退！那就索拉塔。就索拉塔自己，好，退，没抹、啊，都不吃懒的。对面拿到水龙，对面索拉塔很爽。我是觉得，啊、我是觉得，哎、啊，大哥，这样子我帮你，我这边踢死。我是觉得你带那个杨科的号角会比较好，但是先出那个。我觉得领先应该是蛮强。有可能，要不然就太肥了。好累哦。对啊。哇、嗯啊，他都好肥哦。他的李信想干嘛？我怎么觉得伤害有点低啊？好，李先发。我们没人出坦、欸。这局智障。要躲卡怎么出坦？出军团啊！这边有魔伤吗？对面魔伤只有一个、欸，出去。那废物啊，不用理了。我现在还弄不到100支兵啊，好可怜、啊。都在交毛个带跟。来，八补，又助攻了。你这个阿婆一般的，哎、欸，救下啊！他不打。救你！我救你！没有要救你的意思。大姐不要。救！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哎、欸，有视野没助攻，没关系，我就放飞欧拉一马。你不要来，那是失误啊。好，我上去，我上，来，索拉卡，不用算了。我是想给索拉卡帮他们补血，好，我上去吃兵。帮谁？帮他们两只前面那两只，前面一个坏的，一个好的。什么这个坏的？我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不是我。你快死了，你还是好多人。我们是哪里需要补啊？你们给我保护好哈！过来，过来呀！过来，没死。哇，你在我前面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救我！随你走。哇、哦！你为什么不去前面帮别人补血啊？对不起啦。退了，退了。哎、欸，帮我一下！退退退！哇，他自己送跑！我妈！哎，那咋就冲人回啦？太痛了啦！哎、欸，我们被新手打烂了、欸！搞不好人家二四三五，我太猛了！我跟你说，啊，不行啊！我你刚刚怎么不走？我刚刚怎么不走？刚刚怎么不走？我们要救你、欸！刚刚怎么不用救我啊？这个就要死了，兄弟！他不会穿墙哎、欸，我操！
啊，空气少女真是垃圾。亮，亮，你经济好糟糕啊！我靠，好痒哎！那也太低了，148哦，没办法。去做幼儿吧，的职责就做这个了。他好惨。没有，我的啊，好像也是正普攻啊，他有最强的最强。我刚才看那个索尔卡被接出去，我还没出去，可是我已经穿透套路了，但还穿透不了。这个这就不用给他来。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来这个这个，他就霸气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再潜头了，仔细。我没有潜头，我什么啊？那伤害，所有伤害都是我造成的。我今天来吃龙哎，没有，要不要吃龙啊？我们都没龙哎，他们还吃一条，我们就是诱饵了，去吧。谁吃啊？等他们过来抢龙，我就偷用。好了好了，再去打僵尸。你才刚玩错完，就这只过吧。他飞过来我就死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哦、我伤害好低哦。但不是，太慢，这不科学啊！不要待在那里，不要待在那里，走喽！放他生热啊！真的。抢头，抢头，抢龙，抢龙，没错。耶！攻击者。哇、哦，极限！哦，继续，退，好，离开，我们这一场算到，迅速来救你，还等再等五秒，我们要抢到水龙哦，有人知道的知道，不要进来，是啊，等一下他进来又滑出去吗？让哥来，他有擦眼，他这边有擦眼，他看到，让哥啦。妈的，这乐色！我跟你说，你比他小。你还有钱吗？你还有钱可以知道？有1000多。这是一个障碍法。好，那你接下来出好战者。好战者？这样吗？啊、不要吧，不要出好战者吧，出杨科啦。什么？杨科的号。杨科的号角。对啊。哦，极客号角吧。你去查号角。全部道具。去查号角，就会看到一个机车的号角。我觉得那李欣真的肥到一个彻底。为什么？他在哪里？魔法那边吗？还是魔法防御？跟物理防御还有冷却。看这个李欣到底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两块板，然后呢，中间有蓝色闪电，然后呢，合在一起的样子。你可以买它吗？你可以买什么？冰川护甲，你先找冰川护甲好了。力尽きました。智障吗？是自己去打巴龙哎、欸，还在飞尸。你说这叫什么？尼科的号角，你查号角就找得到了。欸、你知道飞尸那颗头是谁的吗？巴龙的。是我的。啊？一个击杀。他怪怪的，孩子。你知道菲斯是？你知道菲斯那一颗头是谁的吗？要全部道具吗？谁的？我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全部道具吗？对，就不要 Q 到。可是我现在不够钱呢，我只够买中间那一个。那就买。对，你就买中间哦。对，然后你跟我之前朋友一样哎，只一开始就出大装，然后不出奇兽装。其实有时候这样会赔率。我先叫你了，有飞机，去救人哦，救人哦。他死定了啦！救人哦！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啊，不行！那个李军太痛。我觉得我们全部人都打不赢。对，陪我走，跟着这个走，蹲着走。躲后面呐、啊，躲后面。你看这个桌面，大哥，大姐，买妈农币，大哥，好灵活的胖子哦，后退点，后退，
别你们，别你们，别你们，真的别，真的别。太痛了吧？什么伤害啊？出两装。他是在笑屁哦。那不是金在笑吗？还是打不赢的？没有，那他的笑。打不赢啊！你要出穿透啊！是没有什么穿透的。那暴怒！我们竟然被信手打败，好吗？好没有羞耻，说不定是李欣不是信手。这是打不赢。外挂吗？发育太好了，然后也没有人出去加入过，谁然后我带一个，带一个，不行了吧？没办法、啊，这个战术上面飞机很大呀、啊。哎，你现在咖啡是没意义啊！你知道那个沙发后期根本没有拿到钱的。你等我满装，然后你们能够让我出去的话，那个礼物就跟割菜一样。想太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好。你要跟我一起守护上塔吗？我要守护一下路上。哎、欸，那个毛，你陪那个杰过去，你去上路。我要退了，这塔已经不行了。那你就去二塔就好。不要，索拉卡会害死杰哦。办怎么办？你要你要陪我，我保不了他。去中路。然后，不要好了，来这边，你还是来这边好了。等下你要死，他已经爆桶了，伤害。你跑走了？干，这什么酒桶啊？砰！快砰！哎、欸、靠，这个应该有金牌了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被一个酒桶就这样子干死。这边。我知道，他等下瞬移。哎、欸，我干嘛？这我平常 NG 碰不到的对手、欸。来，哦，小心。酒桶很狂啊，酒桶。OK， 好，跑。好，可恶。不行啊！不要一直跑啦！快点，你们想办法推塔跟拿龙啊！真是垃圾哎、欸！天啊、我追那么久了，你们普攻。我们冰道，我们打爆。这边算你好友。推塔游戏好吗？我们的塔要爆了。走好吗？我真的是很热，热色哎。被酒桶炸。我只是走过去，然后结果他就自己普攻了。星星，你都死定了。我在塔里面，然后在这里，他把我炸死。我拿那个拖把用你脸哦。算了，杀两个人也值得。我不要杀，我也杀，我也杀两个。一样，拜托。因为我们真的打不赢了，我们真的不推，然后就打不赢。再不推就真的打不赢啊！可是我刚刚在被卡内被炸出来、欸，靠！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吃八龙。哦。那他们都每个都肥了，每个都可以直接。不行，那个菲奥拉太痛了。哎，你怎么？退哦！哎、欸，你不行啊！你们都过，没有。孤军奋战者。飞。可以哦，李信来了，赶快解决。可以直接。没事。我交送你吗？需要，当然需要。我都快死了。那就这样啊。对。我在干嘛？你是智障哦！他怎么可以踢那么远？好远哦！一个龙回旋，一个龙回旋。小恐龙怎么惨啊？后面还有个奶妈，我要投降啊！救我！救我！补他快点！他是智障啊！好笑。旁边啊！被看到。哇塞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谁的眼睛？但是那个的眼睛啊！哎，我们财宝哎！
击飞机走啊！打我，不要打塔啦，超级士兵。我刚刚在他们是不是啊？这个乐色是中里哦。他们是不是在十八、啊？乐色。宣告啊！我出示事实啊！我去干他们两个。哎，我们下路塔成功推爆了。我真的很少遇到这种肥到不行的旅行人。进八。我在出穿透哈，我开始在出穿透哈。到底有什么是穿透？这是穿透套路啊！你真的是，来来来，就笨蛇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飞是，飞是没用，飞是没用。那个飞是从你旁边经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理他。没关系，我打到他。不理他。他顶着重塔。他推哦。中部，快快快快快！后面这个呢？后面这个还有一只。你就当超兵在压在后面了、啊。然后打李星又来 GK 我们。退。先回来了。好，那个毛，你去中路陪他们一起回去。那个乐色怎么放？他们都不吃龙或什么的呀、啊，好奇怪啊！是不是一场不吃、啊？看可不可以吃得掉，走吧。对啊，他们有这个啊，他没有那个。那十七只，他什么？他怎么会有？我都回家了，你还在开始吃？我出满装了。别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啦！你在旁边补血就哎哎，我过来会害我们现行哦。我们两个护塔，李星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来了啦！对，太乐色，看着李星好惨哦！不要过来哦！他们吃龙我就抢啊！对面有眼就不要过来。哎，怎么不吃了？我从那边跳过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。这个飞是一直单吃八龙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擦眼。对，你买的眼睛要记得擦。找你看草丛擦就对了。有找到有机会再把那个锅盏拿下来。那个。好猛啊！好啊，好啊！好，快去，等下快去。补他，补他，补前面，补前面的，补前面，不要补我，不要补我。补前面的，补前面，那个，我有一点。我不想说什么。猜塔。你的视野要调回来哦。我现在已经名副其实变成紫旭的那个了耶。别，我好累啊。对啊。这个配是换别人玩。哪有？那我换别人玩，他只是挑，只挑人的。你知道他一开始超烂，他从那边一，然后再一回来。连 Q 都不会放啊！给他把你杀掉了、哦！好难打啊！这场到底要怎么玩啊？你要出什么？我要出什么可以让我持续输出的装？如果现在玩牙术，我早就赢了。幻影之舞，好出幻影好了。攻速可以。完璧だけでは足りぬ。小鹿兵好多哦！现在你看，我刚刚那波会战打完，我们还少一个飞艾。索拉卡。索拉卡，我还要买什么装吗？索拉卡，对，李希特号角可以套队友。索拉卡，你们按 Y 吗？你们知道 Y 可以调视野吗 ？Y， 你干嘛？我在他们在吃东西。你现在教 Y， 你知道 Y 可以调视野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先，难怪一直补不到我。李希特号角怎么用吧？他是不是用那个啊？你按 Y 啊？按 Y 可以调视野啊？他是用那个吗？他是应该用固定视野。他完全不是他在玩。
完全不是他在玩，对啊，那个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在。我刚才那个 Q 怎么可能躲得掉？他直接闪掉。嘴巴还是智障是不是啦？哎呦，他们，他们。顶住啊 ！OK， 开塔。直接赢了！哎、欸，用歪我就整个就看不到。别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整个，我习惯了。西巴嘛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要猜啦！转快速猜塔。我觉得那飞斯一定是他的妈妈在玩。然后他妈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猛！不用不用担心，你这飞斯是垃圾。他刚才一，然后没有一过来。西巴那么，赶快，你先复活。快拆，快拆！哎呦，不错哦。再收一个。我讲喽。我这场好辛苦哦。好累啊，累死了。